大家好，现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迎宾器。拿下来看，宝贝下面的形态，底座是可以按您的要求任意旋转的，上面是一个整体，下面是开关，会随着电源的接通起相关作用。前面是感应窗口，这个位置是喇叭。翻转过来看，这里是电源，这个位置是可以装电池的。接下来开电池窗，放三级电池进去。大家请注意，放置电池的时候要注意电池的正负极。首先把开关键 off 打开，到 low 的位置，这儿键拨到音乐档，经过15秒读音乐之后，机器就会成功进入工作状态。第二键第二档是报警档，第三档是选择。此款宝贝共有32首音乐，按第四个键的时候是可以进行音乐转换的。顾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。第四个按钮是音量，可以随意调节声音的大小。